我给一个人算了，当初我坐在火车上旁边我坐一个人，我那时候啊就在实验阶段，我火车上旁边坐一个人，我就请姚哲金母算旁边这个人，我就先写拿一个白纸写上，你家里有五个兄弟，你排行在老三，五个兄弟你排行老三，啊，你现在做什么事业，那你家里的布置是怎么样子，我写在白纸上，然后我问他，先生你家里有几个兄弟，他说你问我这些干什么，我说我做实验。哦，你做实验呢？好哦，我家里有五个兄弟，那你我问说你排行第几，他说我排行老三，我那张白纸给他看，他看了吓一跳，哦，你是什么人，你怎么知道我家的事，我说我不是，我知道我在做实验，我就是这样子算的，掩盖假格啊。那时候多准啊。